我估计还有很多同学不知道，无主之地三也出库了，飙酷车神二也出库了，还没等我玩它，甚至有的还没下载，它已经出库了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的荒野大镖客二、迷失就是那个猫咪模拟器，还有 NBA 2K22， 还有很多游戏都出库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被动？游戏玩到一半就不让玩了，给锁住了。我们必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。索尼 PS 二档会员游戏库里面的游戏不是你的，你自己买的游戏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，但是二档库的游戏不是，它会按时出库，所以有喜欢玩的游戏赶紧玩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。下面教大家怎么看即将出库的游戏，减少损失。首先我们来到会员，手柄的 R1 键切换到精选，往下走，一直拉到最后，这儿有个最后游戏机会，死亡循环，还有几个玉币的看门狗一，还有二，还有这个游戏都是即将要出库的。以看门狗二为例，在这个下载按钮的上面，2023年9月19号9点就出库了。如果你之前下载过这个游戏是看不到时间的，这几款游戏的出库时间是一样的，就是下个月二档库要来的时候他们会走，想玩这几款游戏的同学抓紧时间，还有一个月的机会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